再继续接着做。没有，你一开始不习惯，你习惯了就行了。这样子，那差不多快一倍的。那松料里面是短。嗯，松料短了呗，你这里调长一点嘛。我前面给它很慢的。不会慢的，我这再调一公分。不是这个慢跟这个没关系的，里面有个预藏速度啊，里面有个预送速度，这样送出来很快的呀、啊。看我现在这么快，我现在太快了，我快一点效率高啊，只要你机器没问题，你手跟得上都可以啊，是吧？